有些人呢，父母亲生病呢，他会会为呢母亲呢或者父母亲呢许愿吃素。台湾的习俗呢，甚至台湾的一些学佛风气呢，或者修行的风气里面呢，有些人他会这样做。比如说，哎，为父母亲呢许愿吃素，有些人发愿吃长素，有些人发愿吃六斋日、十斋日或者早斋。 那有些呢，属于民间的一种习俗呢。他我说为母亲呢，啊，喜宴吃三六九，就逢三、逢六、逢九，就初三、初六、初九，十三、十六、十九，二十三、二十六、二十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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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十九。好，在台湾的一般道教呢，都会有这样的啊，所谓三六九吃素。那當我家兄呢，啊，就是为我的母亲呢，啊。 喜宴吃这个长素，吃到现在，啊，长素呢也救了他一命。嗯，那时候我还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呢，因为家母呢，她胃出血，紧急必须要输血。那家兄呢，在医院照顾呢，看妈妈病危危险，啊，因为紧急输血呢非常危急。 我哥哥，的家兄呢，就为妈妈喜宴终身吃长素。那时候不是长素，那时候他是讲三六九，是到后来他读《地藏经》，他跟着我修地藏法门，慢慢接触佛法。他本来是在道家修行的，后来他就是学佛，亲近佛法，听净空法师电视的讲座。 后来慢慢自己也放下执着呢，啊，把这个树呢就吃的长树了，就吃固定了。那吃这个长树呢，就救了他。啊，怎么说呢？我讲这个例子给各位听。但有时候呢，这个善言呢，善根呢，哈，你吃素就是种善根嘛。我们说无贪无嗔无痴嘛。楞严经讲说，为什么会吃肉？因为我们以一贪为本、啊 所以造了这个杀业嘛，所以人食养人就死，就食就是吃嘛，吃养，人死为养，养死为人。佛陀在《楞严经》开示的很清楚嘛，那家中那时候他要中风的前大概几个月，那就会有一种因缘会出现。什么因缘呢？他身体的一些状况就会产生，其实。 他是很懂得保养身体的，每天早上大概三四点就起床了，晚上呢大概现在这个时间呢八九点就睡觉了，是非常非常爱惜生命的一个人，好，他年纪也大了，那早上呢已经是晨泳，已经是做啊这个快步走，这么顾身体的人，他有他的毅力呀、啊。 但是这个业力要靠什么来把它消呢？必须要靠你的愿力，还有福德因缘。那他为我母亲吃吃这个三六九的素，那就是一种愿力。所以愿力呢是可以消除业力。啊，有人喜砚放生，有人喜砚放生，啊，也是可以。那么我哥哥要中风前呢，就我那时候有把他带去呢，我们这边。 台湾的这个桃园呢，我一个朋友，他们在中医的这个疗法里面，中医的医疗的这个保健身体的疗疗法里面呢，有一种叫做用针灸放血，因为我们血液里面的循环呢，啊，事实上血液里面有很多呢，这个这个血液呢，就是比较浊一点，所以他们有些中医的这个讲法里面呢，啊。 这个放血，中医的放血呢，对身体上的健康是有帮助的。那刚好呢，我那一阵子呢，也有在那边呢，我这个朋友这边，有是学佛的朋友这边呢，有有在那边放血。那那时候我哥哥身体就不太不太舒服，我就带他去。后来我鼓励他读《地藏经》的时候呢，他读《地藏经》是因为他女儿、哦。 得了这个甲状腺的素疾，想要跳楼自杀。那我鼓励他，啊，读地藏经，发愿读地藏经。我编的那个《诸苦六法》里面，啊，这个地藏菩萨救了我女儿那个故事，就是讲我哥哥的女儿的故事。他总共喜宴到现在呢，读地藏经读多少遍呢？到现在已经两千遍了。那个甲状腺 的这个这个素疾呢，现在慢慢就改善。他痛苦的时候呢，痛苦到他,他没有办法吃饭、喝姜、喝姜汤都没有办法，只能喝水。所以那时候我哥哥呢，就是因为要帮助他女儿，他也接触《地藏经》。那结果他要中风前时候，所以大概前一两个礼拜，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：“哎，奇怪，他说老弟啊，那为什么我？” 我头会晕呢、啊，他晕的时候呢，他就走路会晕，那就是中风的前兆。那因为，我大嫂呢不以为意呢，在客厅看电视，那我就问哥哥说：“啊，大嫂没有给你照顾吗？”啊，他大概是老人家嘛，不好意思讲，还爱面子。啊，一直认为自己身体也很健康，所以就躺在床铺上呢，在那边呢，啊，有一点点呢。 啊，妄想昏昏，想想自己不晓会不会怎么样？为什么头一直晕？那后来我我就说，那你你在送地藏经嘛？啊，结果他一送送说还是一样的晕。我说那就不对了，啊，所以有时候宵夜呢是让你这个症状呢会浮出来，就像我们前面读过那个妈妈担心小孩子啊长天花，我们讲说天花。 那那个标呢会浮出来，就是那个、那个、那个豆子会浮出来。浮出来以后呢，那个天花叫结疤以后呢，就麻子。我们前面有讨论过嘛？那我们的业障就像这样，你、你、你读地藏经消业，你发愿吃素消业，它就会浮出来。啊，结果后来就听他这样跟我讲说，他还会晕。我说那这样不对，那我就打电话给我那个陶伟那个朋友。 他一听，他说不对，他说这是中风现象。那后来呢？当我哥哥呢在床铺上，他要坐起来没办法坐的时候，我就是打幺幺九，叫消防队呢到他家去，把他背起来呢，背到这个我们这边的马街医院去检查，结果一检查都没有什么事，都正常，身体机能都正常。 他就又把它憋回来了，啊！但是血压有稍微高一点点。那后来我就把这个情形呢，告诉我陶伟那个朋友，他一来，哦，他说这是中风的初期现象。他就帮我哥哥放血了，结果一放，我哥哥到现在就很健康了。那他就等于呢，他重重罪轻受呢，那个中风的这个业报呢，就被他转这个业报了。 这也可以讲说呢，他吃素，他送地藏经》消他的业障；还有呢，他为母亲吃素这个福报，帮他消业障。啊、呃，如果教小孩呢？是现在父母最头痛的问题啊！但是老和尚跟我们讲。 我们要以古德为师，我们要以圣贤为师。现在的老师不好找，那你找谁呢？你找祖师。那像我来找，我都找什么？我都找英光大师。好，我一开始出书的时候呢，我就是到餐厅去呢，拿到了第一本书叫《英光大师文钞精华录》。啊，那么英光大师对这一段特别有一段开示呢，我觉得英光他讲的非常的好。 以周法利童子书，就是，因为他是写一写一篇文章呢，给这个叫周法利这位童子，童子就是一个小菩萨。因为他是怎么说？我把前文念一遍哈、哦。人之一生成败，皆在年六十，灾别以因行所致。啊、哦，如以成童，一知好歹，万不可学十派，当学孝，学弟，学忠厚诚实。 因为他是跟他讲说，人的一生的成败呢，其实在年小的时候就已经要靠要靠这样的栽培了。你年小的时候能够栽培好，以后就会好；如果年小的时候你阴险苟且，那长大就不行了。他就跟他讲说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你应该知道好歹了，你不可以写时派。我们现在讲啊追星族，很多人现在哦，比如说像大陆有曾经去卖一个肾，他只要想多一个什么。 想去买一个 iPhone 手机，这叫做学时派。那个韩国跟日本的影星来啊，吼、哦，在机场又哭又抱又闹啊，他父母的生日啊，啊，呃，这个家里的事情呢、啊，他一个都不做，这叫就叫要学派啊，哈、啊，反正时髦东西他就是要，就跟父母要钱，啊，甚至有有些报纸登啊。 啊，甚至要去买这些时髦的东西的啊，用棍子打父母，甚至杀害父母，啊，杀害祖母都有啊。这个在台湾都发生过了。所以印光大师说呢，不可以学那个时派，要学什么？要学孝，要学悌，哈，要学忠厚诚实。好，接下来印光大师又说了：当此青年精力强壮，以努力读诗。 反过度之书，当思其书所说之事，是要人照此而行，不是读了就算数了。那这一段就很重要了。他说年纪轻呐，记忆力特别好，你要努力读书，不一天到晚在玩外面的，玩游戏机。我常常到哈，到那个卖场去啊，我有一次看两个小朋友啊，长得很可爱，小小的啊，在那边我不晓得在玩什么，我注意一去看呐、啊，就玩那个 iPad。 i 怕就是那个平板电脑、啊，后来我再问他，他在玩什么？他在玩游戏，杀杀杀！这不，父母在买东西，他在玩游戏。现在的父母都偷懒了，反正他不吵就好，你就尽量玩了、啊。结果没想到他所灌输进去的都是那种恶的那种习气种子啊！啊，那矮阿了也是那种种种种种这些东西呀、啊，错误的教育，哈。 像我我我我一个年友，他在教了儿子背《文昌帝君印注被背《太上感应篇》，所以他的儿子呢才国中哦。听我讲这个《太上感应篇》汇篇呐，因为我在《感应篇汇篇》里面会提到六祖大师跟金刚经嘛。那他就问他母母亲说：“黄警官这个故事我很喜欢听，可是他讲那个六祖你我听不懂，他在讲什么？”你看看，他就启发他的善根他把他扎下他那个做人的基础，就是。 文昌帝君印字文、太上感应篇啊，他善的力量就会出来啊。所以英光大师说：“你努力读书，读过的书呢，要想里面讲的意义是什么？叫书其师所说之事啊，是要照此而行。你要照这样去做，不是读了以后就算了。这陈大辉老师说的《弟子规》不是拿来背的，是拿来做的，是这个意思啊。” 你要真正做到了，那才才是读活书嘛。如果你用背的，那这个你做不到，那读死书嘛，老和尚就佛呆子嘛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印光大师就说了，书中所说或不易领会，而因自文感应篇等皆直说，好领会，以常读常读常思，改过千善，以暇时尤以念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，以期消除业障。 增长富贵，切勿以为辛苦啊！古人云呢：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”此时若错过光阴，后来纵然努力，依然成就已年时已过，即信退半，所学皆用力多而得效少耳。哈，这一段做父母的好好去学这一段了。哈，印光大师说。 书中所讲的，也许你不见得看得懂，但是英质文跟感一篇呢，你可以直说，就跟他讲那个道理。我常我刚刚不是讲吗？中法德意故事、英质文的动画片啊，卡通片，你给孩子看嘛，它里面浅显，他会用比较浅显易懂的旁白把它讲出来嘛。那这些道理他懂了，他就知道他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嘛。 他就可以常常读常书，他在常读的时候，他看在看这个影片，哈，在印证到现实故事，他就会悔过，就会改过千山。所以我常跟我们弟子规老师说，你要读以后，还要给他看影片，还要讲现在不对的事情，让小朋友们去反思，去反省。他以后做错事，不用打，不用骂，他知道他自己错了。 他一辈子受用不尽，一辈子受用不尽。印光大师又说了，他说呢，你要有空的时候，叫他练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圣号。诶，这一点我就倒是有做到了哈。我小小儿子、小女儿呢，在小时候，我就等你这半强迫了，那一天呢，给我练十称的早晚的观世音菩萨圣号。啊，你要给我背大悲咒一遍，练一遍。 还有《般若心经》一遍，所以我，我我小女生呢特别会读书，啊，记忆力特别好。因为她三岁的时候呢，她有时候因为我我要叫她练给我听嘛，哈，那她就早上去上课时候，她有时候在坐车她在上就练《般若心经》，还有《大悲咒》。我那天在整理我的我书房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写给我,我女儿那个哈，早上起来要读心经几遍，大悲咒几遍，观世音菩萨几遍，佛号几遍。 那个字，他小时候写给他的，现在都还在。就是我有做到这一点，还好是我有点善根了、啊、哈。就是叫他练阿弥陀佛，练观世音菩萨圣号，好。小孩子呢问那么多问题，你说你练了就好了，练了功课就会进步，会长得白白胖胖，长高长大，会聪明有智慧，你不要管那么多，好。以后再跟他讲往生极乐的事情，你跟他讲，他现在听不懂。 哈，念阿弥陀佛圣号及观世音菩萨圣号，我常常就会告诉父母说，我们现在不是有印那个地藏菩萨金卡吗？我说你给小朋友带嘛，小朋友就会念地藏菩萨圣号嘛。他出入，你跟他讲说，他说爸爸他这个干什么？哎、欸，比较不会碰到坏人。哈，坐车过马路平安，那当然他要平安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他要吉祥啊！你说这样、啊、不会碰到坏人。 啊，都会碰到好好好好朋友，诶，是真的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喜欢吃素的，喜欢亲近佛法的，他在那个同学里面呢、啊，他就通通是亲近那个比较善的。我们这里有一个百会小菩萨，他的同学通通是跟他亲近的，都是喜欢善法，然后就会受他影响。啊，他只要吃素，他们跟着他吃素。他现在从小就会去安慰同学。 比如说，他有个同学，他是国中二年级嘛，啊，他一个同学呢，他的爸爸是脾气很暴躁，是娶那个越南的啊女子呢。我们讲呢，就是等于异国的婚姻嘛，所以他那个女同学呢，就常常看他爸爸打他妈妈，啊，他妈妈是越南嫁过来的，那那那女儿就很怕他爸爸打他，那这个百惠呢，我又时去他。 祖母她阿妈给我理头发，我说那百惠呢？她说百惠去照顾她同学了。我说去干什么？她说晚上陪睡，因为她怕她爸爸打她。我说那百惠去，她爸爸就不打吗？她说很奇怪，百惠只要一到，她爸爸就不发脾气了。百惠有德啊，可以降服他的暴躁、啊。我就跟百惠说：“你好好努力。”所以我们就鼓励他说：“你不要担心学会哈，他们家里穷嘛，那这个缴不出学费嘛。”我说：“你学会不要担心，哈。” 只要校长讲堂存在一天，我保证你练到博士，我就给你培养到博士，你不用担心，哈。所以他有一次写作文呢、啊，他说我最怀念的一个老师呢、欸，他说就黄老师就是我了。其实我是看到他的孝顺，啊，我我就看到他的孝顺，我就很喜欢他的这个孝孝心啊，我就鼓励他说你好好读书。所以他说我们《弟子规》的啊小老师，他也练观心菩萨圣号啊。 所以呢，印光大师说呢，你要鼓励他念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圣号，以其呢消除他的业障。啊，虽然是父母生的，他有共业跟别业。共业就是跟父母的业障共业，别业就是他过去他自己的自己的业障。他可以消除他的业障啊，增长他的福慧。不要以为这样很辛苦，啊，你不要等到他出素琴呐，啊，我看他报纸有时候登啊。 啊，这个尤其是这种暑假、啊、或者是夏天呐、啊，啊，儿子女儿啦，跟人家出去呀、啊，啊，发生车祸摔死了啦，好、哦，或者出去游泳溺死的啦，或者去啊去去海边呢去踏那个浪板呐、啊，啊，做那个破船呐，就是溺死在海中了，父母在那边哭天抢地，那都来不及啦。你为什么不知道因果他是这样做呢？你早日消除他的业障嘛，业障一定可以消的嘛。我们讲说。 本觉本有无名本空嘛，你为什么不听圣贤的话呢？老和尚讲不听老人言呢，那吃亏在眼前呐、啊。啊，因为他是说不要以为这样很辛苦啊，他说古德云呐、啊，少壮不努力呢，老大徒伤悲啊。他说这个时候年轻学习力特别强，这个光一错过呢，以后纵使要努力呢，也很难成就啊。 老法师举一个例子啊，这、就是老法师说的哈，不是我说的。老法师说，他们有个出家受戒的的戒兄，受戒以后两年呢，他们同济的一个师兄某某法师，受戒以后不久，大概是半年时间，要去南部闭关。老法师说很好，我很羡慕。 对不对？所以老法师说啊：“啊闭关什么人修的？你知道吗？”老法师说：“烦恼断了，人可以闭关；烦恼还没有断，不能闭关。”这个故事就讲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当然，闭关是好修行啊，断绝一切外面的来往啊。老法师说：“我也很羡慕他，有这么个福报可以闭关呢、啊。”过了一年。 老法师有个一年到南部去，特别去官方拜访他，因为他在闭关的时候，有跟老法师借了几本书，一本书呢叫《中观论书》，分量也不是很大，线装是十二册。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啊，哎呀，这个假期呀、啊，四天的年假，我要看哪几本？是看哪几本？是一本都没看到，你相不相信？我自己就有这个经验啦、啊 比如说到国外去，呃，飞机上带一大堆书，我这本来看，这本来看，到飞机上一会上飞机，一下飞机，一本都没有看，连动不动带回来。我有这种经验呢、啊。老法师这个借兄这样，借了这本《中观论书》十二册，他说要到官网去用功看一看。过了一年，老法师去拜访他，他说：“觉兄，你像我借的书看多少？” 他说：“第一本还没看完，十二册第一本还没看完，已经过了亿的一本还没看完。”见了面以后，他跟他讲天下事，说这个道长那样，说那个法师那样。老法师说：“他在官场，观几的不是观几的消息怎么这么灵通？”他说：“我在外面一无一无所知，听他给我讲新闻，那闭的是什么关呢？” 一点一点成就都没有。他说呢，后来这位法师跟白圣法长老呢，到南梁边城极乐寺。他说呢，白圣长老是住持，请他做当家。在在槟城呢，待没多久就过世了。老法师说，这个人是好人，跟老法师交情也不错，就是喜欢打听，这是我们的毛病。 其实很多人蛮喜欢打听消息的。当新闻媒体传播站，我们叫做广播站。哎，那个人怎么样了？他又传达出去了、啊。我都不喜欢打听。我牢牢的、煎牢的牢、牢牢牢的记住老和尚讲的：知识都是烦恼多，不要知道就好。你知道，烦恼就来了，怎么办？ 不知道就没事啊，知事多时烦恼多，人认识太多也不好，是人多时事会多，有时候看不出来，久而久之人处久了毛病就出来了，事会就出来。所以大法师说，这个人是好人，跟他交情也不错，就是喜欢打听。他说呢，古人讲知事多时烦恼多，他烦恼多，心定不下来。 现在人为什么心定不下来？知道事情太多了，尤其这个 n i n e 跟 WeChat，我当然不是说这个东西现在通讯工具不好了，你真的有需要说有时候通讯，比如说 WeChat 他讲话电话不用会会用对不对？那你谈的话可以啊？那你果谈四会呢？所以机器跟网络没有好跟坏。 是你怎么用它？你用它，它会增长你的戒定会你错用它，增长你的贪嗔痴。体无自信嘛，相无自信嘛。